Silver 的皮肤这样看过去真的底子还不错，亮度啊，好紧致度都不错。可是它有一个女生最在意的问题，什么？它到现在没有被解决。如果这点改善了，它就是完美的钻石。蜡黄，对，蜡黄吗？对。 偏黄，你有没有发现，你在怎么打激光，华人尤其，然后呢，再用很多美白保养品都没有办法解决这个皮肤暗黄的问题。代表你呢，这个什么色素沉淀的问题太久了，而且呢，比如说你看，很多人激光打完之后没有做好术后的保养，反而会什么更暗沉，反黑，对，所以那个激光的疗程的专业度要很小心，因为它本来就是一种破坏的方式来增生我们皮肤的胶原蛋白跟代谢。 一些黑色素嘛，可是有些人皮肤比较敏感，不想要去做这些疗程的人怎么办？我今天就要介绍一个保养品，很适合 Silver， 而且也很适合皮肤正在暗黄粗糙、需要大扫除的女生。哇，男生啊，男生，谢谢老师，而且不能举手，黄脸婆婆精，黄脸婆救星，而且是你用过很多美白保养品都无效的时候，这个就是你最后一道选择了。耶！很多人就是天生欧巴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你后天还可以透过保养改善肤色的那个亮泽度跟透明感，而且很多人的那个暗黄是有时候是晒出来的，有的时候是老化。 也会变暗黄，天生。那我们皮肤，我们刚刚经过不是在讲那个胶原蛋白吗？你皮肤一老化，胶原蛋白也会老化，对不对？对。胶原蛋白老化就是变黄、变脆、变硬。我们叫做这个胶原蛋白的糖化。糖化。糖化。对，所以这一个精华呢，我要介绍的这个精华就可以呢，对抗我们肌肤的这个。 糖化的问题，就是让胶原蛋白维持在最新鲜，把老化的胶原蛋白做什么修复之后，就不会变黄、变硬、变脆，皮肤就会变成端端 QQ 的。是什么东西呢？就是我手上这个美白精华。哇，看起来就很高级，厉害。这是医生那边拿的。这个就是媲美你去打激光镭射疗程。所以我们可以在家里自己做就好了。对，这是居家温和、安全、有效。 哇，这一盒里面有28瓶，每天用1瓶，一个疗程是28天。28天，对，28天，如果你用完之后，你觉得有感觉，你想要再更突破，其实它可以列入每天正常保养。那如果你没有这么多预算，你至少2-3个月可以用1组。了解。一年至少用2次疗程。好，但是在用这一套保养品之前呢。 我要先做前面的一个基础的打底的工作，因为呢，这个品牌最有名的一个产品就是渗透乳。一般我们保养程序不是先化妆水，再擦精华液或乳液吗？对。但它倒过来的，它要先用乳液，再用水。先乳后水的概念是这个品牌。 独家创造出来的一个护肤理论，超好用啊！因为呢，你知道我们皮肤表面都有那个角质层，对不对？那角质层不健康或者是角质层太厚，会让你的保养品进不去。对，所以这个乳呢，就是专门帮你调理角质层，然后呢，让你的角质层软化变健康的细胞之后，你后面用的化妆水、精华。 才可以吃进去，完全吸收。对，所以这一瓶渗透乳是专门做我们保养第一道，先软化我们的皮肤，软化我们的角质层，让皮肤变健康平衡了，才后续保养。而且它用法很特别哦，要用这个化妆棉，然后挤3下。因为什么要透过这个化妆棉？这个品牌的这个化妆棉，它是有非常舒服，很适合拿来做什么按摩。 有的化妆棉摸起来会比较粗，对不对？这个化妆棉非常的细。好，你挤3下之后呢，我们在全脸给点5点。好，这样按上去之后呢，我们就开始轻轻的做打圈的按摩。好舒服呢，有没有很舒服？是，而且它很香，它有微微的一种香味。它有一个它特殊的味道，对，很好闻。好，轻轻的打圈的时候，我们就是由内往外。 然后呢，轻轻的往上拉提，而且这个动作呢，就让我们皮肤变得更紧实，然后呢，变得更有拉提的效果。按摩完的皮肤就会更亮，好像在打蜡。对，看到没有？就是你洗完脸之后，第一道就是用这个渗透。那尤其针对你皮肤比较容易暗沉的地方，我们可以多增加它的按摩的次数。那记得每一圈都是慢慢的由下往上，由内往外这样。
做螺旋的按摩，这样子的你的皮肤就会透过它来做软化，哦，所以刚刚那个压三下全脸这样按一按，它就吃进去了，对，皮肤就亮起来，哇，很亮哎。然后鼻子的地方我们就轻轻的往下，然后唇周、下巴按完之后，你看皮肤哇，哇，质感就变柔软，这个时候才来用。化妆水很亮哦，这一瓶健康化妆水，嗯，没用过的人不要举手，没用过的人落落了，就落了。这个他们很有名，我们几乎每个礼拜的女人，我觉得都有人推荐，有人介绍这个品牌，对，然后就是先乳后水的保养品。这个健康化妆水呢，就是非常适合新加坡的女生，为什么？针对油水不平衡，对，容易出油，毛孔粗大，容易长痘痘，或者是晒完太阳会敏感过敏的女生，太适合了。而且常常会到下午就脱妆出油的女生，用它来湿敷效果非常的好。对，因为它可以镇定舒缓，调理肌肤的平衡跟油水的状态。因为它添加的成分是很健康很天然的薏仁，那它是在日本这个品牌，它自己有一块地方栽种他们自己的薏米的这个农场，所以它的成分还有这个品质是非常好的。所以呢，乳完之后用水就用它。在新加坡有卖吗？新加坡有卖哦。在哪里？老师，老师，他们的专柜啊，专柜啊，你会送我吗？专柜，送我们嘛？我比较他有专柜吗？老师，有看，而且他的东西都很大，都不知道这个东西。你看他很有名，他在日本有名翻了。他的美白线是日本第一名，Top One 的。很多女生用那个美白用到最后，什么牌子都用过都没感觉，就是用到这边就得救了。而且你美白的美白产品很容易让人家过敏。我陪我爸打高尔夫球，然后我陪年轻人去冲浪，但是这个两个项的运动一出去都是4到6个小时一直在晒，就算你擦了很多防晒的，第一个这里会很焦，就是你这样 sticky，就是很干很硬，就是好像有一点点怎么讲，刺刺的，就是已经是烤干了，就是有一点那样。你赶快用那个敷，然后这样敷，马上水那个，马上怎么样？马上水，马上吸收，然后你后面擦的东西就吸收。这个还可以放到面膜纸，当面膜用，或者是你这个化妆棉，它可以弄湿之后一片一片贴在。对对对，它的化妆棉可以撕好多片。对，乳完之后就用这个水这样轻拍，好。哇！因为这个美白精华它是做成像安瓶的，让你每一次用都是最新鲜精纯，而且它里面用的那个传导的技术是用制药厂的科技，去让它的成分可以直接到达你那个脆掉硬掉的那个胶原蛋白，直接做修复，漂亮，所以是很精准，而且呢到位的。所以它擦上去会特别有感觉，一次用一瓶，好，一次用一瓶。那里面有一个非常有效的美白成分，叫做曲酸。曲酸就是酿酒的时候那个发酵的产物。它有很好的代谢、更新跟还原黑色素的效果，而且又是温和的、安全，所以就不用去打什么淡斑的激光或者是一些激光的疗程。然后呢，一样我们可以。老师，这个是它的新产品吗？对。那台湾有吗？台湾也有。然后就是最近才上市的，好，你看哦，我们稍微做一个简单的按摩，漂亮哦，好像有化妆哦，没有皮肤呢，亮亮的感觉，有，而且我刚刚讲它那个输送的那个技术是从制药的那个科技哈，转变成做保养品的这个传送的技术，而且它的分子是纳米级的，所以它的这个分子量够细，够精密，所以你用完之后每一寸肌肤都可以完全的吸收。然后呢，打圈之后，你只要再轻轻的用手掌，由内往外。你说这个吗？由内往外，轻轻的做拉。由上由下往上。对，轻轻的这样。舒服啊，这种好美哦。有没有发现它那个蜡黄的感觉都不见？对，真的。眼睛的部分没有擦嘛，对吗？没有涂嘛，所以你看得出那个对比哎。就是那个颜色。对，它全脸都不是说。你看它两个眼睛的下面，一个好累。有皮肤那个白里透红的感觉，对，好美哦，就这个东西而已哦，就这个想不想要？要，你给我10天就好了，要，来送你，一人发一瓶，哇，好哎好哎，那我们只能用一天啊，真是美得冒泡哎，不是啊，你至少。
开始了之后，你之后就可以买整盒啊。好，晚上茶还是下午茶？晚上，晚上，28天的每天的晚上睡觉前，好漂亮哦！有没有？现在有没有感觉像打完雷射的激光的？有哎、欸，好漂亮哦！打完激光不是这样的哦，打完激光是红红红，然后结痂对受伤。可是你看，这是大概打完激光之后，粉完全恢复之后的效果，漂亮，好漂亮哦，amazing。有了这肌肤最后的救星，你可以自己在家里为肌肤做大扫除，打造美白肌肤，不再做黄脸婆。